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说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31集的节目。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小聊一点点闲话家常。收到一些观众朋友的来信，我突然意识到说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一直有新的观众加入的啊。我一直以为呢，只有老的观众呢持续在看，而且会慢慢流失啊。真的没有想到说呢，其实这阵子以来，还蛮多朋友说呢啊，最近入变形金刚坑，然后搜到了我的影片。那看了看了之后，都给我一些想法建议啊。有一些的话呢，哎，我发现喜欢看我节目的朋友呢，通常年纪呢都比较偏大一些，可能今年可能30多，可能是40岁左右的，好像还特别喜欢看我的节目。那我不想承认，我已经变成吸收大叔的一个机器啊！为什么不吸收少妇呢？对不对？那可能的话呢，我的节目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制式化啊。每一集的话都是可以单独一种风格，都是闲聊的成分居多啦。所以，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呢，提过很多次了啊，收看我的节目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最不重要的事情啊，先把正经事情处理完啊，有点空档的话呢，再来听我这个唠叨啊，说些有的没有的啊。那么今天的话呢，带给大家的是小比例的第三方的玩具，来自于魔方系列。今天主要的话呢，也不能主要，两个都要讲啊。这个是磁带部队啊，这个 Tap Team 就直接就翻译成磁带部队了。里头有一个原巨鸟、机械狗，还有轰隆隆其中一员，还有蝙蝠精。但规避版权的关系呢，他们呢各自呢取了一些新的名字啊。像这个机械狗呢，里头命名叫做 Damage 是伤害，然后这个是叫叫 Sour 就 Sourbird 直接还是叫它原巨鸟。这个的话呢，好像改名叫做 Berserk。然后这个的话呢，是一个放射线蝙蝠啊，anyway 你知道一下就行了。这个呢，我们这个如果你是新入坑的朋友，你要知道啊，在变形金刚的这个市场里头呢，有一些没有官方授权的玩具呢，那这些开发的厂家呢，为了呢，规避版权的关系，什么叫规避版权呢？就是说，这个人物呢，比方说他本来是叫轰隆隆啊，但是呢，如果你主张说呢啊，他不叫轰隆隆啊，他叫做 Basaka 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一些责任上面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去做一个厘清的，就我们有意图冒充你的意思啊，这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这一款的话呢，原本的话它是非常致敬到 G1 里头的一个赛尾音波，但是呢，规避版权的关系呢，它把它命名叫做波纹啊，波纹啊，不是那个欧拉欧拉欧拉，不是那个欧拉欧拉那个波纹啊。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很开心的呢，来跟大家聊这个小比例的玩具啊。说实在话，各位应该有注意到啊，现在第三方的一些玩具的话呢，我除了小比例的玩具之外的话呢，我已经很少很少做了，主要还是我觉得小比例玩具呢，比较能够放的比较久啊，因为空间的占据呢不是很大，加上呢最近的几个三场的一个第三方玩具呢，都是选的人物来讲都是比较经典一点的啊。那我也会比较乐意的话呢，去做些小玩具，比较轻松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呢，首先的话，我们看一下啊，右手边的这个波纹的话呢，它也是有人物卡的啊，它也有附带非常精细的贴纸，但是这个贴纸的话呢，以我现在的眼力啊，是已经没有办法去把它完美的贴上了。那另外的话，这一侧的这个磁带部队的话呢，都是只有人物卡而已。后面的话呢，有能力的数值啊，但是我相信也没有人会很认真去计较这些东西啊。OK，那我们就直接看到，那其他这小配件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就不再赘述了，这些小配件啊、替换手啊，这些都不是重点了。那我们的话呢，直截了当的呢来看到这一款叶赛尾，不对，应该叫做这个波纹呢、它的一个后面的这个造型啊，跟之前的这个音墙啊是一样的，就是属于比较空洞的一个造型。那这两个大空洞的话呢，靠着肩炮还有手枪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填补。那么呢，以这个扣的一个紧实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次的波纹的话呢，扣的紧实度呢非常的紧啊，比起这一款的话呢，一个更加的一个扎实一点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胸口的话呢，原本人物的胸口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的，里头可以放入一枚的磁带。那原本它默认放的磁带呢是这一款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应该是一个像是工具箱还是什么的啊，我们就暂时的先把它变形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两侧给打开啊，还是变成这样子啊，这里翘出来啊，这是一个它的一个说明书是放法是放这个样子啊，感觉是像做什么手术一样的一个奇怪的东西啊。OK，anyway，各位明白就行了啊。这个部件将它呢给放进去，那它的这个这么小的一个玩具呢，就当然是没有一个弹射的装置啊。如果要把它拿出来的话呢，就只能够这样敲一敲啊，看它会不会自己弹出来了啊。那这款这个磁带部队，其他的几个磁带呢，都是可以放进去的，当然是可以共用啊。如果不能共用的话，那就好笑了，就搞笑了，对不对？
来放下去啊，这里都可以塞进去。但是变形的话呢，还是请你尽量的把它变形给到位一点点，不然有时候会卡住啊。你看马上就卡住了，马上就给自己打脸，真是的啊。这个好，这样子把它给放进去 OK 啊，正常的就把它摆进去了啊。那其他几款也都是一样，那我们的话呢就先看一下其他几个磁带部队。首先呢这一款是这个命名的话呢，把它命名叫做强盗啊。这一款是原本跟这一款这个这两个家伙呢是直接是一组的啊。那么呢它的一个是变形成一个应该是轰隆隆吧啊。那它的磁带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啊，这个是想象派的磁带啊，这个绝对跟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磁带是有一个很大程度的差别的。那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比较注意到就是这一点啊，它的一个腿部啊，它的一个腿跟这个手的话呢中间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小卡扣的，这个地方给各位讲一下，就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啊，这里是比较需要去注意到的。那我们就直接的呢把它给做一个解开，把它变形成一个人形啊。这里打开之后，这里腿部的话直接把它伸开，这个变形都是非常直觉的啊，靠你看着说明书也可以轻松的把它给完成一个变形。那这个地方放下来的时候呢，就记得是把这个有这个图有这个图这个图状的部分是朝到前面，然后脚掌的话自动翻到前方就可以了啊。这里脚掌是有一个反转的，那这里呢在变形的时候呢，就记得啊，这个脸的话呢是要转到侧边去啊。如果你是正面的话呢，这个头的话两侧这样压过来的话呢，会把脸的话基本会妨碍到变形啊，所以记得把它转到侧边去。哎，如此这一般就完成了它这个变形了。那侧边的这个小配件的话呢，在说明书里头呢是并没有去提到它这个磁带状态下的一个安装方法啊，但是呢就是你就记得把它放到脚边就可以了。那它这个地方有一点是蛮不赖的啊，这么小的一个部件的话呢，它还是有附带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可以往上推啊，往上一推 OK， 你看到这个地方先把它拿下来，因为部件实在太小了啊，这个我不擅长驾驭这么小的东西啊，我是喜欢用长兵器的人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出来啊，这里这个尖刺的话就凸出来了啊。这个那在这么小的地方上面呢也是没有进行妥协啊，这个硬是把它给做出来了啊，把它给扣在人形的背后上面，然后呢另外一侧啊，这里把它给弄出来，我们一样的先把它给往上推 OK。 那这个节目过程中呢想到什么呢就跟各位聊什么啊。有没有发现我最近的这个录影的这一集我就有录影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相机的功能好像不太一样啊，我最近做了一个新的更新啊。我用的手机呢是 OPPO R17 啊，有人问啊，我最近录影片比较喜欢用它直接来照相跟录影就可以了。好的，那这个人形的话呢帅不帅呢，哎，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挺帅的，特别是这个面雕啊，有露出一个嘴巴的感觉我觉得挺好，红色的一个墨镜背后完成度算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呢人物的站立性呢当然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跟这个磁带这样站在一起啊是完全不能够成为一个比例的。那它这个附带的这个东西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啊 OK， 那不是重点了。我们的话呢就再次的呢把它的这个配件给装上去，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第一它这个地方是有个缺口的，所以它是有左右手之分的，以及这个部件要往下面推出来，这个地方呢里面才有足够的空间。那放的时候呢是这个一定是把这个缺口的是朝人形的后面，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人形的这个地方是有个凸的，这个凸的话呢就是要去对这个缺口啊。那原则上的话呢也不难卡、啊、就是稍微去对一下就行了啊。这边也各位看一下，你看到没有这个凸啊跟这个缺口啊，就是稍微去对一下就把它往内推进去啊，这样就行了啊。那推进去之后的话呢，这个人形的手臂呢一定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角度的，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我们就一样的把它给扣上去。磁带部队跟音波啊在早期的变形金刚玩具它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一个人呢就代表了一支部队啊，所以它的一个人气呢都一直非常的高非常的高。然后这几年以来呢三厂做的 Selway 呢其实想像 G1 的 Selway 好像也不多吧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魔方的话算是把这个套组的话是做得很齐了。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形态，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可以敲地面的造成一个震动的一个攻击方式啊。我一直觉得这个跟攻击方式是非常逆天的啊，尽管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杀伤力吧，我顶多摔倒或者是趴在地上就没事了啊。 OK， 那好，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波纹的这个玩具所有的一个配件大概都在这一边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给大家呢讲解一下另外一侧啊，另外一侧也就是这个喂喂喂，出来出来，哎，这鸟不好意思出来啊，
别这样，你也是动过手术的，出来吧啊。OK，哎，卡住耶，这一下丢脸了啊。好吧，这个原巨鸟比较不好意思。难道我要动工具了吗？好吧，我们弄一下道具好了，把它给抠出来。我很想一镜到底把它给录完。你这个时候我就很尴尬，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讲一下好了，讲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鸟动手术，好吧？鸟动，还你一定要动手术，你就自己弹出来了啊。这一款原巨鸟的话呢，它的变形是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啊。这个地方，首先这个鸟的这个尖嘴部分往前面顶一下，好，把这个鸟给推出来。然后呢，这个部件这里往上面翻，这里也是一样往上面翻。然后呢，两侧这两件部件把它往中间集中，它利用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集中到中间来，这里也是一样的，推过来，往中间来做一个集中。好，这个时候呢，翅膀两个鸟的这个爪子可以先往下放。这个鸟的这个爪子往下放啊，这一侧呢是比较偏紧一点的。我手上这一款是这样子。好，如此这般，原巨鸟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 OK 了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变形这一款。这个 damage 的话呢，是变形来讲的话呢，是你如果从爆呢变成，怎么说，爆变成，磁带变成爆的话是比较简单了。但是呢，你如果从爆要变成磁带的话呢，要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烧脑，有一点小小的烧脑。好，我们就是先，基本上变成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对不对？就是动物应该有的形状，你就照着掰就行了啊，这里。那主要的话呢，是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这个后肢的这个双动关节，变成磁带的时候是往前面推，变成豹子的时候是往后面推到底再反折啊。这一点的话是不一样的啊。你只要大概记得这个，大概记得这个诀窍呢，整个变形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这边这个玩具是比较小一点，而且关节还是整个是以我来看的话是感觉还是比较偏紧一点点的啊。以及的话呢，是记得了把这个尾巴。啊，记得它的尾巴，这个部件正确的功能啊，是尾巴啊，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器官啊，请记得一定要把它给抠出来啊。OK，完成了这款 damage 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其实它是一个，其实它是猫科动物了啊，但是当年绝牛流行患呢，不知道为什么呢，大家都把它分成机械狗，其实它应该是美洲豹还是美洲什么什么，反正是猫科类的动物啊。然后记得这两个飞弹是要往外侧翻出来。那如果你对正店里头的那个机械豹，然后机械狗呢，有印象的话，就会知道它后面有两个机关枪，对不对？对着人类的这个美军的一个基地呢进行一个扫射，所以这个部件的话呢，它还是有特别的去把它给强调做出来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换这个蝙蝠精，蝙蝠精的变形的话就更加的简单了，更加的简单了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尖尖的部件往上翻出来，两侧翻下来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再把这个部件往上面。直接的翻上来啊，非常直觉的就完成它的一个变形。那还有一个腿在这个地方，非常小的一个部件，在这里把它给抠出来，非常非常非常短小，但还是存在的。OK，那它的一个站立的话呢，可能吧，还是需要利用这两个稍微协助一下，这样的它就有一个还可以的站立性了。好吧，那我们最后的话呢，就剩下这一款。这个叫做 Berserker， 它的一个版权的规避的关系，它给它取名叫 Berserker。这里两侧这个凸跟凹，在这个地方把它给解开。解开之后的话呢，把这个脚的话直接的往上翻，最后把这个腰身的话往前面折下来啊，到这边。然后呢，将这个有涂装的部件呢旋转到正面来，脚部的话呢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翻转，到这边再做一个前后的翻转。好的。那么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关节比较多重啊，记得留意一下。然后两个手臂自然的放下来，头部的话呢一样把它给转到正面，就完成了这个红色版本的另外一个机器人了啊。那一样，两侧这个部件把它给翻下来，原则上应该是两边是要对调啊。左脚的话呢到右肩，右肩的话呢是跟左脚是共用的，这里推上去，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往前面抠出来，抠出来。OK， 这个。就完成了肩部的这个造型了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这边，然后呢把它给抠出去，好，翻出来了啊 ，OK， 那一样的，它也是有两门的这个，那记得就是相同的一个位置上面，这里，
那这个地方记得要推出来啊，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拿出来啊，这有点像通马桶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啊？然后尤其是红色的这个特别像啊，特别的像。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看比较清楚啊，这里红色的这个地方是有个凸啊，跟这个缺口这里，那这个固定记得拿出来啊，不拿出来的话呢，这个手臂的话呢无法完美的收进去。好的，我们的一个磁带部队呢就完成了全部的变形了啊。那如果你要让它的这个着地的话呢，你这个腿就必须要展开一点点，再把它往下放一些些。嗯哼，我们的所有磁带部队的变形呢就算是 OK 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进行这个波纹的一个本体的一个变形啊。那这个变形的话呢，这个之前的话呢已经给各位做过人到一个收录音机的一个变形，今天的话呢就直接的我们就做一个逆向的一个变形。首先呢，两腿这个地方打开啊，尤其是这一次啊，这一款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扣得特别紧啊，特别的紧。 OK， 你看经过几次的变形之后稍微有磨掉一点点，现在有稍微好一些了，一开始的话呢就非常的紧，各位的话去留意一下。那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呢，这个啊，这里在变形过程中呢特别提到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凸扣进这个，那变形成人的时候要把它反过来扣到上面这里，这个时候先把它往后面推，解开它之后呢再把它给往前面推过来，变成是这个样子，然后反折推进去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凸的一个运用，这里脚掌的话呢给翻出来，其他的这些部件的话呢就将它给收到身体内侧去，然后呢这里就直接的把它往内折进来啊，这样就可以了。这个部件还要折进来。嗯哼，小归小，部件的一个紧实度还是比较够的。另外一条腿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把这一个部件给解开，后面这里再给各位看一下啊，就在这边啊，就这个把它给往后松开之后，把它给利用里头的双动关节把它给往前面拉过去之后，再反折到前面来，到前面这边这样子。哎，其实没有那么难啊，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困难呢？对不对？啊 ，OK 啊，嗯，我刚刚好像搞错方向了，对不对？好，再来的话呢，就把这个脚掌的话给翻出来，到这边。我发现我应该要讲点别的啊，不然的话这个变形好像有点尴尬，对不对？其实因为各位应该也看过了啊，两侧的话直接往前面翻出来就行了，脚掌的话不对，手掌往前翻。那么呢，以这一款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款波纹的这个手掌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一块部件跟手的话往前面翻的时候呢，我因为它这个我稍微用力一下，它其实会把它扯下来的啊。我感觉呢，这一款这个波纹呢，没有之前的音墙那一款，音墙那一款的稳定性还比较够。这一款的话，这一只手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偏松啊。然后大家跟各位提一下这个小小的一个缺点。那后面的这个部件的话，把它给翻出来，头部的话呢往这里将它给翻出去到前方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肚子的这一块部件呢给往下面提出来。然后呢，中间这一块的话是要把它转到后面去，然后塞到内侧，然后再把这些部件整个的给盖起来。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腰部这块部件呢往下放，然后旋转180度。你看这个地方啊是整个是空的，把它做一个填补之后呢，把它转到正前方来啊，记得这个造型在前方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款这个波纹的一个变形过程呢也就算是打工告成了，其他的小配件的话呢我们就一一的呢将它做一个搭载。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的话呢就聊一下吧，好像有人不是很清楚啊，如果你是新入坑的啊，就是到底这个狂派的这几个什么音波啊震波啊还有这个 Starscreen 啊，到底这三个人个别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啊。如果你要我来快速做个解释的话呢，像声波跟震波最大的不同在哪？我觉得震波呢，它是认同狂派救赛博坦的方式啊，也就是掠夺其他的生命体啊，掠夺其他行星的能源，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来复兴赛博坦啊。我认为这是一个震波的一个认为救赛博坦的方式是这个样子。那只是说呢，刚好呢，狂派的一个做法呢是跟他想的是一样的，所以他站在狂派的这一边。那如果有一天呢，突然博派的一个做法呢也变得跟狂派一样的时候呢，
正波的话呢，应该也会帮助博派，甚至也是加入博派那一边。但是这个声波的话呢就不一样，声波他是个人对于 Megatron 的一个崇拜啊，所以呢不管 Megatron 的想法是什么，他就是永远跟随着 Megatron。 这个跟他是效忠于人，而正波是效忠于一个理念，这两者的话呢我认为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而这也是两个人物呢各有支持者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谁比较可爱，我觉得两者都有他很独特的一个魅力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呢就一边闲聊了一边完成了这一款这个魔方推出的波纹。那整个玩具的话呢如果你是只有买再强调一下，如果你是只有买波纹的话呢，你就是只会得到这一款这个波纹的本体，还有这一款叫做这个强盗的这一款致敬轰隆隆的这个角色，以及这一块部件呢、这一块部件可以变形成一个磁带部队，可以收纳在我们这一款波纹体内的这个，你就会得到这三个部件。那么如果你想要得到其他的四个磁带部队的成员呢，就必须要购买另外一组的套装了啊。所有的变形呢都非常的直觉，并没有特别困难的地方，零件虽然细小，但是也没有会损坏的地方啊。至少我玩到目前为止呢，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啊。整体的表现呢还是维持住魔方一贯的水准啊。喜欢变形金刚的朋友呢，或者是呢你对变形金刚的初入门的朋友呢，这一组磁带部队呢摆在桌上的话呢，其实它还是相当有品味的一套收藏了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